《华尔街日报》是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，也是世界上最权威的财经媒体之一。在它的头版上，每天都会发布一个股票指数，这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。这个指数不但是《华尔街》的温度计，也是美国经济的风向标。而这一切都源于100多年前一个人的发明。 他的发明让资本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都可以用数字清晰地测量。这个人就是查尔斯·道。1851年，查尔斯·道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农场，他的梦想是当一名记者。28岁那年，查尔斯·道进入了华尔街的科尔曼通讯社。 当上了一名记者，实现了儿时的梦想。查尔斯·道在科尔曼通讯社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各类股票信息，散发给银行和经纪人事务所。他亲眼目睹了投机商们是如何利用消息一夜暴富，也见过蒙在鼓里的投资者倾家荡产。他领教了信息在股市中的价值。 于是呢，在1882年的11月份，查尔斯·道就离开了科尔曼通讯社，他跟好朋友爱德华·琼斯一起成立了一家股票信息服务公司，起的名字叫做道琼斯。他们推出的第一份刊物名字叫做《客户下午信札》，上面登载的是华尔街的各类消息。这份刊物一共只有2页，还以手写方式出版。 在现在看来，显得过于寒酸，但是查尔斯·道并不觉得这有什么。在他眼中，怎样为华尔街的投资者提供一种全新的信息，才是他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。查尔斯·道发现，虽然大多数报纸都已经开始发布股票的收市价格。 但是随着上市公司越来越多，投资者只能看到个股的涨跌，对市场的总体形势却茫然无知。那么这既会错过很多新的机会，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。查尔斯·道认为，股票市场需要一支温度计，通过灵敏的刻度来反映市场整体的起伏和波动。所以呢，在一番考察之后，查尔斯·道最终选定了当时如日中天的铁路公司。 19世纪后半期，美国铁路建设正在快速扩张，铁路公司犹如雨后春笋般在美国各地成立，并大量上市。铁路股票也是当时市场上交易最活跃的股票。 查尔斯·道的想法是。 把有代表性的铁路股票每天的收盘价格综合起来，算出一个平均数，不就是铁路股票整体的表现的刻度吗？这是一个简单到小学生都可以完成的操作。1884年的7月3号，《客户下午信札》第一次刊登了铁路平均指数，包括9家当时最热门的铁路公司股票和2家汽轮公司股票的平均价格。 华尔街的投资者发现，每天看到这个指数就可以大致了解铁路股票整体的波动状况。由于铁路股票交易最为活跃，了解了铁路股票的波动，对整个市场的状况也就有了一个基本的掌握。这个数字虽然简单，却极其实用。很快，它就成为了华尔街投资者不可或缺的参考指标。 客户下午信札由此名声大振，并且让道琼斯从众多的信息服务公司里面脱颖而出。1889年，《客户下午信札》进行了改版，正式更名为《华尔街日报》。报纸的核心内容正是查尔斯·道开创的铁路平均指数。 1886年，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日交易数量第一次超过了100万股，工业类股票开始成为交易的主体。
查尔斯道根据铁路平均指数的设计原理呢，又设计了一个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啊，这是由当时交易最活跃的12家工业公司的股票组成的。在1896年的5月26号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呢是首次在《华尔街日报》上发表，第一天的收盘点位是在40.94点，从此便再没有中断，直到今天。1902年，道琼斯公司成立满20周年，公司创始人查尔斯道逝世了，但是道琼斯指数的发展并没有停止下来。1906年的1月12日，道指首次突破了100点。1972年的11月14日，查尔斯道逝世70年之后，道指首次突破了1000点。1999年的3月12号，道指站上了10000点，纽交所大厅里面所有交易员都戴上了道指10000点的帽子。在指数这个奇妙的工具出现之前，股票市场犹如一盘散沙，投资者对市场的了解只能局限在少数公司上。而指数出现之后，投资者得以对市场状况有一个整体性的判断，行业兴衰一目了然，能够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之下进行投资决策。目前全球各类指数数以万计，而这一切都源于查尔斯道在复印纸上用力抄写出的第一条指数。